지금 마늘 하면서 올라. 이쪽으로. 네. 저희 이제 전력하고 올라가려고 이게 여기 따라 가시. 49，好像也蛮怪的。就摘树叶的话，就稍微注意一下树叶。它这边比较奇怪，就是树叶比较会滑。它在台湾就是可能比较湿，所以摘树叶反而安全，哦，比较不容易滑。哦，因为泥土啊、树叶都叠在一起，而这边就是感觉它的树叶是飘在石头上面，啊，因为上面还有一层沙嘛，所以比较会滑。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左边都湿掉了，而且我左边比较容易出汗，这不是洗手，毛巾就拿起来擦，两挡巾啊，赶快拿来擦。爬这个山用的是大腿跟小腿的力量，脚踝的力量根本用不到。不过在市区上走路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脚腕，还有手掌的力量。那个飞机来来回回，东西丢了就走了，这个叫售后不理。Very special。Jubbon Peak 0.9900公尺。
丢着，然后都不用人操作，他就直接就事后不理的离开了，然后再去钓新的东西，速战速决，很特别。就可以在这个悬崖边野餐，是多么的舒服。上面这个应该是老鹰吧？哎，是乌鸦，是乌鸦，我看错了。然后爬这个山的话，你那个鞋子的抓地力要够好，你不要说自己穿会滑的山下来，滑倒。哦，爬个山多不划算。我来爬。舒服的一座山，继续。它这边会出现什么东西？出现羊，在我们高雄的话出现什么？猴子。北部的话呢，松鼠、天竺鼠，不是，三条线的那一种鼠。花栗鼠那一种，对，在台北阳明山那边常看到，北投也常看见。现在又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没有了，现在是1:04，哇，这样子飞机飞来飞去还真的蛮有效率，开多少东西都事先规划过，然后就把东西丢上来，所以他们建设很快，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他们用最有效率的方式。那你说成本吗？我觉得你在建设一个城市，如果你老是要把成本的东西算在里面，你少点贪污的话，你觉得对不对？所以那些很喜欢贪污的哦，去吃屎啊！好好建设自己的居住的地方吧。要出来选，履历先对比较重要，不要就是那种乱开支票，画胡乱。我也很会讲，然后没选完什么都不做，他没有资源啊，没有钱啊，妈的！些嘴脸，好，选上就是一副那种要钱的嘴脸，他妈的，干什么不好好做事的干什么要贪污的干。还有你老是在干什么乱教，没有教，没有好好讲，教你们要赚大钱，不要做大事，哦，教你们要做大官，不要贪污，真的是烂了，台湾的教育体系就是烂了。这边已经在哭了，越上面哭得越严重，
表示说冬天来了，秋天快走了。那边好像有一条路，走去哪里不知道。我只知道的就是人往高处爬啦，那边横的，除非那边还有另外一个高处，那我就往我知道的这条路走就行了。简单的，就是如果你想要简单上去，困难上去，简单下来，可以考虑我走的路线，紫云峰 ，Jobong Peak。一路陡上，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玉山前锋比这个还陡，所以不难，就是要早起。原来那边还有一条简单的路，那结果我走的是 climbing 之术的路啦，不爽啊，等一下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下，或者是就在最上面给他休息到够。现在市区都有枫树，而且是红色的哦。从上次来这里还捡了很多枫叶回去，真的太那个浪漫了。那这次就市区一大堆银杏跟枫叶。很漂亮，不过它后面好像还有两座山峰攀爬的，我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继续爬，抓一下时间，不然就下个礼拜再过来爬一次。很像看到头了，欸，在那边。professional， 看装备就知道。不过
这里的话流行登山鞋，不流行雨靴哈，那个像啊叶千晴哈，这边不流行雨靴，你没有那个办法哈，打广告哈。这边呢、啊，爬这种山最需要注意就是那个不要扭到脚，那个是最重要的。很不错，休息平台快到了，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更新的感觉，还蛮新的，反正他们都是有在整理的，超新的。两边都可以走，还是上次来我是坐另外一边，就脚绝对不能扭到，扭到脚你就很难出去玩下去了。绕过来另外一边，好，看看一个小姐她的面具还蛮特别的。这球언제끝이나Almost. 直接上去休息。油皮抓紧一下，大概15分钟左右吧。膝盖很重要，刚刚从那边转过来，有点危险。这一段比较难，下雨就会滑了。印象很像第一次来的时候，跟一个俄罗斯人一样有下雨的感觉，所以会比较滑，所以还是不下雨的时候来比较安全啊。毛巾掉了，这一段脚印就是对护栏没有练习，
就直接上山的小印。天气真好，这边要让他走，结果他不走，徐福走那边。都啊，快到了。这样来韩国之后啊，之前我发觉那个那只有时候大完便之后会收不回去。或者是跑出来，容易跑出来。来韩国之后发觉说，他那个内置不见了，不知道是没跑出来还是怎么样。反正最近在上厕所都觉得很干净，然后那一颗也不太摸得到，所以有痔疮的可以来韩国，就比较不会有痔疮。快快快，加油！来哟，最后一段，头过身就过。然后关关难过，关关过。我那种想要去 pub 的啦，哦，那种什么万圣节派对的啦，哦，或者是自杀跳楼的啦，想不开的啦。先来爬座座山，爬完如果还想不开，再爬另外一处。等你忽然间爬到某一座山，你觉得很喜欢。你要给他跳下去都没关系啦，随便你的啦，至少保个险，有意外理赔，对吧？哦，再冲刺一下，不难，简单。快到了，应该会晒黑。本来想说，韩国的太阳应该再怎么大，应该也不会多么的恐怖吧。不过这两天回去，真的发觉自己是有晒黑。韩国的太阳也是蛮毒的啦，是不会热啦，还蛮温暖的，只是还是容易晒黑。哦，这次用影片的方式来记录。这是直接用录影的，我等一下下去上还可以去那边，先来这里三座山。军人Hello 是 Thank you。 真是太强壮了，这些军人厉害，我也不是盖的。你好，谁呀？啊，真是年轻。
眼左臂的功力。三座山都给他拿到，这座山不能拿，太危险。1分30秒，好，左上右下。一点点，小姐不敢走了，只能看屁股而已。Fighting！走过了，站着太阳。来登顶啦！外国人都会往那边走。726公尺。超赞的。백운대정면에약간이쪽에보이는게인수공이고백운대에언니지금딱포즈를찍어주고있어요첫개가첫번에보이는거예요옆에붙어있는거그맨전들하고반대로돼있는게백운대인수공이고백운대가지금붙어있고여기는혼자신대这里吃个便饭，非常的稳固。难怪有一点滑动。没有骗你，我就在这里。好，再继续爬山。